来到了小黄人的世界。小黄人过山车入口处，带小黄人模型同行。这个是爆米花罐，这人很有点。游戏前看小黄人电影，电影看完后是通过这个门去看下一部电影。意外的是我听不明白，哈哈哈。坐在过山车上了，后面会听到说不可以拍摄的语言。